太远了。先找到目标。我离得太远了。巫术失落的知识就近在咫尺，只要有行动的地方，就有答案的时候了。让好戏开演吧。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和我一起享受这时刻，一切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好了，我们开始吧。帮我看着外头，我只要两三下就可以搞定这玩意儿。警告，无法辨识生命体样式，档案处理终止。继续干扰将会导致锁定反应。哦，听起来真不妙。咱们可能碰上了一两个小麻烦。安全机制遭到突破，史实资料分析已调到低优先助列，反制程序已启动。啊，你想玩硬的是吧？哼，这我可是太擅长了。太远了。快几分钟我就已超出威胁指数标准，天界资料库已终止，安全等级已提升。提升？这算好消息吗？
我需要再靠近一点。威胁指数，我现在没有目标。已转移无效的分析，启动清洁处理程序。等一下，只要我不准，你就别想清理掉任何人。我快不行了，也许就撑不下去了。让咱们继续。警告，安全性系统自动修复装置已关闭，开始记忆体内容消除。记忆体内容关闭。这招应该行得通。系统登入，生命体样式已确认，欢迎布莱恩铜壶，是否查询？查询？不然你以为我来干嘛？喝下午茶？快把秘密吐出来吧，告诉我矮人是怎么来的。从头开始讲。检索上古资料，已取得。一开始，创造出土灵是为了……对，我知道土灵是用石头做的，用来塑造世界的地下深处。但是那个异常是怎么回事？机制失讯是什么玩意儿？检索中，在初始创造阶段的演化循环中。艾泽拉斯遭受寄生类宿体的感染。什么鬼呀？别傻的，能不能讲人话？称号：上古诸神。上古诸神感染了整个毫无防御的系统，包含土灵在内，感染会加速同化过程。这种母体结构失序的情况被称为血肉诅咒。而这失序的情况与日俱增。上古之神，所以他们对土灵下了这什么血肉诅咒，然后呢？检索中，创造者来此是为了灭绝共生感染。测量结果显示，上古诸神感染已转变为恶性。
消灭寄生体将导致宿主死亡。假如他们杀死上古之神，艾泽拉斯也会跟着毁灭。正确，创造者消灭寄生威胁后，将其限制于宿主之内，抑制熔炉与其他系统受命创造新土灵，为此设置安全机制，指派守卫者。什么守卫者？称谓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通用名称为风暴巨人和大地巨人。监控者洛肯设定为至高者，守护巨龙被指派负责监控艾泽拉斯的演化情况。华纳神族和阿萨神族，很好，所以抑制熔炉开始制造新的土灵，那旧的呢？查询额外关联背景，阿萨神族与华纳神族间的全面战斗。暂停一下，华纳神族和阿萨神族爆发了战争，为什么？不详，数据显示全面战争是由高管理者洛肯发起，他消灭了所有残余的阿萨神族与华纳神族，并结束了冲突。接着至高管理者洛肯终止了土灵、巨人和维库人等数个原种生物的演化，并将他们封存在指定设施中。这个洛肯听起来可真像个坏蛋，幸好咱们不用再担心这家伙了。所以说，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原始的土灵最终从封存中醒了过来，那时候这失去什么玩意儿的已经将他们转变成了矮人，或者说是矮人的祖先。实际上就是如此。好吧，我得消化一下，我需要很多时间来把这些资讯通通整理好，谢谢你啊。确认布莱恩铜壶程序终结。我需要目标，我离得太远了。太远了。老布莱恩替你守着背后，你们去挡着那些金属怪物，我看能不能说动这台机器帮助你。怪兽的躯壳山霸该短暂的生命，他一定会夺回如果血肉诅咒的，你无法改变。洛肯，这下麻烦了，我们虽然摆平了铁矮人，但我敢说还有一台机器还在某个鬼地方不停生产出一票又一票的铁维库人。我会用熔炉制造一批土灵来防守，但咱们最大的挑战依旧存在，找到洛肯并且阻止他。无数失落的知识就近在咫尺，一路小心。
太远了。是对的，你要付出代价。注意你们。我需要再靠近一点。我见证过帝国的兴盛与衰落，物种的诞生与灭亡，在数不尽的年岁里，只有凡人的愚蠢是永恒的。你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的主人曾让我看见未来，那里没有你们的位置。艾泽拉斯将在黑暗中重生，尤格萨伦会被释放，万神殿将会陨落。你还有希望吗？没有。